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 Cooking 小姐，认识我吗？看不到我的头，看不到我的身体是吧？你们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就打开给你们看。哎呀，看到了吗？知道我的身体藏在哪儿了吗？喂，哦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Cooking 小姐哟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困难，找我好了。Cooking 小姐呀，一定非常非常努力的帮助大家。来，不过今天有点累了，要睡觉觉啦。疼啊疼啊，这什么呀，真是，去，哎，细菌，不是说好了今天要请我吃饭的吗？哎，好吃的呢，带过来了吗？啊嘞，Cooking 小姐，Cooking 小姐啊，是啊，现在正要去找你呢啊，咱们一起去吃饭吧啊，请你吃好吃的，我知道一个店呀，里面的吃的特别美味，咱们一起去啊，一起去，没有带过来，不是说好了带过来的吗？哼，对不起，我忘了啊，咱们去店里面吃，那店里面的呀啊，现做的更好吃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吃，我肚子饿了啊。怎么办呀？去拿，快去拿！哎，知道了，马上去拿。拜拜，再见。